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瑞英的方形卷布摄影灯，型号是 RX-18TD。我们创新的把控制路线和灯体分离。灯体部分呢，我们采用进口的贴片灯珠置于一整块防水布料中，厚度不超过1厘米，而重量只有1000克，可以360度任意弯曲折叠变换形状，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出光效果，给您拍摄带来更多的惊喜。虽然这款卷布灯非常的轻薄，但是它的功率呢高达100瓦，并且有100级的细腻出光，色温是从3000到5600K 无级调节，可以实现从黄光到白光的转变。它的色显指数 CRI 高达97， TLCI 呢高达97.9以上，可以更好的还原被拍摄物体的颜色，使画面颜色更加真实丰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可以将控制盒固定在灯架底部或者 C 型架中间。我们将灯呢安装在灯架或者横臂架顶端，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头重脚轻、灯架容易摔倒的危险。这样我们在打顶光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放心。同时，这款卷布灯超轻的重量，在我们移动补光的时候也非常的快捷省力。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多灯的拼接功能，两灯之间只需要一块魔术贴固定即可，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曝光面积和出光效果。并且呢，我们还提供了半球形柔光箱和方形带蜂巢柔光箱两种可以选择。半球形柔光箱呢，它打出的光线非常的柔和，不用起板也可以打出非常柔和的发散型光线，而方形带蜂巢柔光箱，它在光线柔和的同时更具有方向性，实现局部打光，增加戏剧化效果。最后呢，这款灯拥有触摸屏调节、 DMX512 调光台调节，以上不管哪一种调节方式都可以直观的在液晶显示屏上看到它的亮度和色温的变化。另外，这款灯的标配有100至240伏的适配器和电池挂板，可以直接插电使用，以及装微口电池和安东口电池一起使用。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室内还是室外，都可以满足我们的拍摄需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款灯的基本介绍，欢迎选购。